姐姐你好啊，好啊，唔该。你叫咩名啊？我琴名就多罗啲名字。吓，你几多岁啊？琴年我43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结咗婚啦。有冇小朋友？有。你有几多小朋友？我两个小朋友。佢哋几多岁啊？琴年34岁。好，你以前喺边度做嘢啊？喺 cosmetic 喺香港4年。喺香港4年照顾咩噶？照顾婆婆同埋小朋友。婆婆几多岁啊？80岁。健唔健康啊？佢唔健康啊。咁你点样照顾佢啊？帮佢种粮，帮佢食饭，帮佢换衫，同埋。记得乜嘢啊？咁你照顾婆婆嗰阵时，有冇自己去买餸啊？有啊。咁嗰个小朋友几多岁啊？8岁。男仔定女仔啊？男仔。你点样照顾佢啊？准备佢食饭，佢接佢翻学，同埋送佢翻学。咁其他嘢。好，你食全乜嘢中国餸啊？青鱼、成鸡、炆排骨、炆猪肉、炆牛肉，同埋炒菜、煲汤。好，你识煲咩汤啊？红萝卜汤，咁咧粟米汤同埋椰子汤。好，你以前在韓國嗰陣時有冇放假？有啊。如果而家有老闆請你做嘢，唔俾你放假，但係會俾翻錢你，得唔得啊？得啦 ，OK 啦，冇問題啊。如果老闆屋企好細嘅，冇地方俾你瞓覺，可能你要同小朋友或者婆婆瞓覺，得唔得？OK， 冇問題。咁如果呢個太太咧有個婆婆要拖輪椅，你得唔得啊？OK， 冇問題。好啊，姐姐，唔該曬，喺香港見，拜拜。拜拜，唔該。